饲料员。我有那个请问，我想要自己看。你带我去干嘛？带去给爸爸。喂爸爸，喂你爸爸，不要等下吃饭，喂这里，喂这里。我说没办法。我叫阿六。哎呀，我不要这样子，看他自己很开心。小鱼怎么不见了？我要喂一只鱼清酒。这里还有，这边也还有。我要阿龟。一些些给那个弟弟喂。好。争取整袋喂。从上面丢。哎呦，这是你们在丢什么？把它放牛，把它放牛。来，身体来，把它放放牛。下去，快点！大大，过来！给你！跑走了，怎么那么快？一起加，你要干啥？啊，那算了，都跑走了。游客泰梦泉先生，游客泰梦泉先生，您的家人在游客。给爸爸，保安拿给你。他要你去照顾你啊，你这在我家。